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枫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WWE2K 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啊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话是特朗普对阵拜登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是在办公室就开始了一个大战啊。咱们之前 WWE 这个舞台啊都是在擂台啊什么的，这一次解锁了一个新场景啊，在这个一个舞台的后面啊，一个办公区域，双方就大打出手。啊，这边的话是拜登占据一个优势，特朗普现在感觉是这个身子骨啊不太行，打不过啊，打不过有点尴尬。这边的话，特朗普被拽住这个头，哎呦，怎么说？拜登，哎呀，一下给扔进这个小屋子啊，这个也确实打架不能让旁人看到啊。这边想踩一下，一脚被特朗普躲开，哎呦，一个跳斩。这又是三发砸拳砸下去，特朗普现在完全是处于一个劣势啊！特朗普听说这个最近火气很大啊，想来找找这个拜登单挑一下，结果拜登完全不给机会啊，完全不给机会。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拜登占据一个上风，本来是特朗普先出手的，结果特朗普出手之后，现在反而是不行了。哎，这边好像迎来了转机，特朗普一个重力暴砸，这边拿起一个大拍，又拍了一下拜登的老背，哎呦哎呦，又正面反面各拍一下，一个重力爆踩。 Oh my god， 这一下是泰山压顶啊，特朗普这个蹲位咱们都能看出来，这一下压在拜登的身上那是相当的疼啊，一个山勾拳打到拽住，怎么说，一个重砸拳，哎呦，拜登的话这边是捂住鼻子在哭泣，好疼好疼啊！特朗普现在是占据一个优势后完全没有停歇啊，一丝一毫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一下踢到了要害，特朗普的话也还是在坚挺着啊，真男人，他没有就此软下去，他还是一个反转，但是拜登也不是开玩笑的啊，两拳砸倒，又是一个正面爆炸，哎呦，拿起了他的小板凳啊，这也是还你的，刚刚你拿这个小板凳打我，我现在还你两下，哎呦，屁股打完肚子打，各打完一遍之后又是一个踩啊，抓住特朗普，怎么说，哎呦，一个泰山压顶，两发重拳，三发重拳，四发砸拳完事之后，看一下这边一个踢踩，哎，这边好像情况不太妙，一个大巴掌扇出去，抬到之后一发拳两发拳三发拳，特朗普现在非常的难受，这边的话，哎呦，一个冲拳，特朗普再次被打倒，特朗普啊刚刚硬了一会儿，能不能再站起来啊，站起来特朗普啊，这边的话拜登是打累了自己走了，慢慢往前走啊，一边走一边晃手啊，特朗普的话这边是缓缓站起，心想不行，我要复仇，我要报仇，冲了出来啊，他看到了拜登往前走，然后他自己往左走，哎哎哎，特朗普进错房间了，特朗普哎呀，一看进错房间了有点尴尬，那赶快出来啊，他应该是进的这左边这个房间，前面居然还有个泳装美女，特朗普盯了两眼又转进房间，我要报仇来，哎呦，进来之后被一个大椅子啊直接给拍倒了，那旁边还有个围观的女员工，这女员工看着很尴尬啊，你们两个打架别上我房间里来打，打出什么事情我负不了责任啊，这两个人不管你啊，还是打，哎呦，踢了一下特朗普的小腿，特朗普直接被摔倒，这个女员工双手举起， Oh my god， 大喊 Oh my god， 谁来救救我，哎呦，一个肘击啊，特朗普现在开始整花火了，肘击完事之后一个正面直踢，拜登的话打了一下对手的腹部，抓住特朗普旋转扔踩，哎呦，扔到了这个桌子上，磕了一下之后特朗普被打倒又拽起来，特朗普的话现在非常接近这个门口啊，他能不能利用这个门口来做一个反打呢，这边被摔倒之后拜登举起了自己的左手啊，表示自己 Oh yeah， 我已经是拿下了这一波，这波对抗是我赢了，特朗普直接被扔出了房间外啊，拜登在屋里很开心还招手 Come on 进来Come on, come on 啊！你看拜登笑得很开心啊，这个嘴巴都要咧到这个脑袋后面去了。特朗普现在缓缓站起来，晃晃悠悠的，被打晕了，已经是整个人已经晕晕乎乎了。但是他现在看到了前面那个泳装美女啊，他突然振奋起来了啊，晃晃脑袋，不行，我还要报仇！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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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被打倒了，刚刚进来又被打倒，非常尴尬。那这边特朗普
又被扔了一圈，哎呦，直接砸到这个桌子上，这女员工还是吓傻了啊，直接吓傻了。这边的话抓住，哎呦，特朗普居然反打了一波，想要重砸拳，被拜登直接一个左臂挡住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是练过练家子啊，那一看就来学过中国功夫。啊，这边的话，哎，拨开之后一个肘击，又是一个肘击。特朗普很喜欢用肘击啊，他估计是学了泰拳啊。啊，他拜登估计学的是功夫啊，这特朗普学的泰拳，一个爆砸砸空，哎呦，一个冲拳直接打倒，这个动作很快啊，拜登这个身子骨还是可以啊，灵敏度很高，很迅捷，抓住特朗普扔到这个桌子上。啊，怎么说呢？特朗普现在，哎呦，不行了，直接抱住整个身体。哎呦，一个终结技。那么也是恭喜拜登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